长西路二段进去。真的要进去吗？我刚刚看到一堆水，真的要进去哦。唔通啊！阿善，等下哦，弄水啊！勇敢的台湾人，哇！水花四溅，哪拢用电的，车拢带起来看。哇，勇敢！这个车子大概也是最后也是坏掉了。这是长西山，长西路二段。然后这边过去是北安路三段。三段的话，淹水情况应该也是有一些，但是汽车还可以勉强走。阿果菜市场，长西路。